好，我们先来抽这个殷建平、慕容玄机还有风寒月哈，我们看到我们抽哪一个？因为我没有要刷。对，啊，玄机的那个天赋啊，刚才也没看到。射程啊，射程加一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魔攻提高15%，主动攻击对战中伤害提高20%，若自身生命高于80%的触发追击，一模一样啊，基本上都一模一样啊。好，我们来抽吧，我们先抽这个啦，等到之后十字印多的话，讲十字印啊，十字印多的话，我们再抽风中剑姬冰离哈。好，我们先抽这个吧 ，Go。这边不能画图了哈，这边不能画图了。哇，好烂哦，烂卡烂卡烂卡，好特别哦。OK， 风寒月，嗨蚂蚁。我刚刚说抽到一个黑色的，对不对？刚好抽到一个黑色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黑色的，谁啊？这个，这是谁？有一个黑的啊，有那个黑的是谁？未来网吗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哦，那个黑的就是风寒月哦。OK OK， 了解。好，好，我们先这样子。哦，他是跳到最后一个啦。好的。啊，可是这个风寒月没有露，我是说头发的部分。应该只能上阵五次吧，他有队长技哈，啊，队长技就是阵法的部分。好，装备可以装，可以装什么？这边红点点可以装这个学徒袍。好，那在这里天赋还不能点，好，先这样子。好了，手抽抽到风寒月丽娜，好，给大家参考，手抽大概就这样子哈。